军东牛，今天就心猫足足，潇洒地开很牛肉。段兴树、论书清、阴阳界、英文会、协力者、梁武雄、苏秀玲、谢希佩。命运的赌博，拍出一场的失败，五十天一命归阴。哎呀呐，哎呀呐，我看吼，这个小金公一定去予下午城人掠去啊！吼，莫非上午呢，迄个城主王吴蒙啊，吼，迄个唔知啥呢，呼噜哈喳，呼噜哈喳，吼，散魂烟。这么厉害呢，小金公哦，一定要收去啊！时尚时尚，是来金毛英雄。哎，能不能？你慢点洗衣服啊！吼，你两个咧走路吼真整齐呢，那不是咧滑冰啊，都是出基本教练踢正步。杜兴清，武功强，举手刀足有规律，剑刀兼有力。嘿啦嘿啦，我知啦。吼，迄山地吼，和恁走路到底拢有闹卡印呢？山地闹卡印不算什么啦，石头那是叫俺打掉，化成灰粉。哦，有这种的功夫啊，那是咱真理想。哎，要么先到两位大爷的大名，开天大盘古，天天小盘古。哦，一个大盘古，啊，一个小盘古。爷爷，爷爷，咱两位先到玉凤凤凰，要来去下武城。我们去下武城讲武山。哎，这位进乱来了，下武城城主金武王出一百两黄金，并且我两个要去做高官。我们最高官，这是在教什么科目？回避战术，是什么叫做回避战术？哎，你嘛讲较形象，我解释我听。回避战术你唔知是，就是一敌人高峰的时阵，在我出现啊，你只好回避，只好撤退。那嘿哦，我专门看的，一点无理想。阿伟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简单讲一句，就是招红鬼。意思差不多这样，但是呢，不是很简单。本身一定要对这个地理地形啊有相当的研究，而且对方位爱算得精准。譬如五行相生相克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。哦，做这样做这样，那还好这边多头先。所以啊，看起来这个人相信啊，有这种的本事。相信是相信啊，但是吼，嘛有实际证明呢？简单技术，你看麦。西边面有一个流车，会为北边来路。这表示北边面有人将近死亡。笑什么？嘿，你实在是光天鬼鬼的哈！你都唔捌挂行呢？你敢知影最近武林中上界神秘、上界神呀，都是迄粒、迄粒的火牛车呢？哈，火牛车，孤独的代表。正讲诶，恁两个吼，哪要出名进台进来啦？拍死这个灰牛车吼，恁的薪点最少五星六以上啦，恁去恁下午城赚一百六的薪水。有理啊，人往高处爬，地上地鼠牛，对对对，牛牛牛加牛呢，机会难得，赶紧去死。各位，不是啦，我是讲赶紧去死，看卖啦。灰牛车飞到北方，哼。你聪明在北方了，对。真理想不但真理想，咱去看人风吹嘛是真理想呢。哦，刘车在一边边了。对了，一。哪里那是这边呀？回避战术。就对呀。无设置终点，无设置中心，一直后一直，
孤单任飘零，仰天树木阴，梦死犹醉生。虽存天地间，一世记不清。喂，醉鬼，你有看到一粒流星坠落在这个附近吗？流星时常出现，你们所讲到底是倒一粒呢？回流星啊，俺公什么什么回流星？回流星，无看见，刚真正无看见。对哇，我看这个人林家的巨帮忙。红印心碎，无酒心醉，是醉非醉，非醉亦醉。喂，你哪有看到你的老师讲呢？啊，你敢知影这边是将军岛的好友啊？将军岛你知影唔知啊？南中原有一名剑水，北中原有一位将军岛，两人就是响叮当的人物。算你这个醉鬼还够加减见识，但是南中原的剑水已经死了，怪不可抓。以为真正是将军岛的好友吗？传友，你不相信？如果以为真正是将军岛的好友，那要看见火流星就真简单了，过时了。去啊！最远最近，敢真正火流星搞出来跟咱两个较量？是啊，火流星啊，听到大盘股、小盘股，一定胆力昏威。回流前果然出现了，开始了。回流前怎么样来？流前相信小小顶。提摩新功回流前。哇，大盘股、小盘股，等起全阿中，飞流车是够厉害。哎呦，你这个乌白龙棍的修能没下，那招真紧啊！哎，我对了飞流车后面的，乌白龙棍发现了飞流车。就能买车接队，都有关系哦。你看这个 GPD 要如何处理呢？当然嘛，是跟救护精神。我嘛是安尼想，听说是第五代梦中人，就依照办法开破着最近来发。这本不敢的奥妙，是啊是啊，主张咱两个得到这本推荐大法，人见故，但是敢还我做兵哦，所以之后啊，靠这个囡仔咯。嗯，有理有理，准备将伊救活精神。是。有幸请各位万人同欢喜哦。文公在 GPD 心中能够红带一起所有 GPD 已经完成了终端蜕变。新币新币新币，最新币的回笼机一冲七个脑，别对于红药金都主办成功。金中黑尾猴用了调音机的传声音告，从混入来入江中，偏偏生死皮又金钟在背后，生死皮生死皮，死在前，是不是代表铁飞火接近死亡呢？中中中，武林中最懂的人物出现了。秀奇是你欧更多人，这是不得喊气不得。
公血飞河，杀杀杀！在愤怒中的队长，武林自在神功，万年龙关师兄，文公万公要为欺骗的雕兄。万年龙关师兄，两道的气已经灌入欺骗的人体内。
白龙君泰山相助，吃你真久了。今天总算我两个吃到了。南疆魂已自称天下无敌，以别人的失败为快乐，太轰动，太轰动了！泰山相助，你杀杀你的罪气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以为可比肩动手修炼的强，就是不敌行为。什么不敌行为啊？我被龙棍落下来啊！跟泰山相助一个雌雄，命运两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我被龙棍的假戏行动，真是输完了。哈！我被龙棍要输的暗箭无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，哈哈哈哈！新兵新兵新兵，新兵会龙棍孙亮送回头，真给了七个脑。连我壮兵回龙车脱回了我被龙棍的军中。也专向中取得拿回平，经过了苏青青一下照顾的团容，雄魂已经慢慢专注了。喂，杜安龙，你清醒了？我欠你不孝的麻烦。所以什么麻烦呢？对了，我在厝里挖窟窿。你已经昏迷七年七日，现在你的感觉如何？不想要紧，你的弟弟支配了现在如何呢？你的父亲金代健已经去找钱，你可以放心。弟妹，我想要离开。你应该留下。好。福地老爷交代有行在我身上，每天按时服用，十五天经过，你的伤痕就可以完全康复。恐怕不便。如何不便呢？崔天拿你的战经走过一段时间，当初金太君。好了，不提过去。是啦，不提往事，我来准备药架，将你服用。多谢。崔天拿，崔天拿，你真是使我心寒啊！这农民谢罗人也守在崔子牙外面，经过了七暝七日。有人向崔子牙来咯。你去多位，一力护岗，这条路到处为机，共筑回龙阵。恐怕有性命危险，我在公司除了到处危机，哪里是怀虎临心啊？我们的路人踏着回龙机一般的路发生了一场的地震，回龙机不给不少
正当飞龙机要动手，空中飞龙车到位。哎，林总，去！空中闪烁飞龙车来助我一阵，飞龙车为何要帮助我呢？千里一刀来破坏飞轮机的工作，一阵万秀太阳神的定来突毁。无惜这种人，无惜这种心，一日复一日，孤单尽飘零。仰天树木阴，梦死又醉生。旧酒又忘愁，心事却定定。朋友，你有看见一粒飞流星吗？